苏苏，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，我很想你。上次是我没把握好分寸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遭受到疼痛时有人撕心裂肺的哭喊，也有人咬紧牙关一声不吭。我不该鼓励你呐喊发泄，而是应该紧紧握住你的手。对不起，我走了。装进的没吃了。放心吧，走了。走啊，叔叔阿姨。走了。我正在找工作，但比起工作，更重要的是找到未来的方向。我这当妈的多不容易啊，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，现在你还来抢我的房子，你这是让我们全家人都死啊。我的命怎么苦啊！你想抢我的房子，门都没有！我告诉你，这房子我宁死也不会过户给你，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。你真是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养你这么大，家里遭了难，你保证赔点钱怎么了？还非要抢着房子？啊，真是没法活了。姐，你不该把钱给他们，他把钱赔给人家之后他又跑出去了，好几天也不回家，妈在家里又哭又闹的，还老拿我出气。姐，其实你不用给我买这些东西的，我现在打工了也能赚点钱了。你的钱不也都被他们拿走了吗？你哪还有钱？姐，我知道你恨我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件事我真的记不得了。对不起。你已经成年了，他还能把你怎么样？你还那么怕他？换鞋吗？不用。你就住这儿啊，这么小。这本来就是个阁楼。
这段时间我想挺多的。啊。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应该发泄到你身上。我也没有见过他。也不应该那么片面刻薄的评价你俩的关系，是我不对。给你道歉。你到上海就是为了来道歉的。哼，别臭美了。路过。你就是路过。真是你啊！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。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太巧了，你还记着这个地方呢。是啊，第一次来钓鱼还是你带我来的呢。那我是启蒙老师了，这是我的荣幸啊。哎，我不就不影响你钓鱼吧？哦，不影响。排钓就是享受等待的感觉，钓不钓得上来得看缘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接着钓。行。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还钓上鱼了呀？这钓鱼还有年龄限制呢，你也没比我大几岁，不是也挺喜欢钓鱼的吗？钓鱼养生啊，动脑又动身体，又不至于那么剧烈，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常待在办公室，脑子停不下来，体力又跟不上的中年人。你没那么老。看着还行是吧？但真不如年轻那会儿。十年前通宵蹦迪喝酒，第二天照样爬起来上班，现在可不行了，白酒都不敢喝，沾一点就上头，也不知道是酒不行了还是人不行。所谓的好白酒不上头，其实就是杂醇少，酒里的甲醇含量高，不易人体代谢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，喝100%的纯酒精就不上头？那可不行，酒精会引起酸中毒的，会影响人体内的钾钠氯等离子，造成神经损伤。你又开玩笑逗我，还跟原来一样，一说专业就一本正经，一丝不苟的。所以像我这种情商这么低的人，就只适合待在学校里。哎，你毕业了吧？做什么呢？我除了读书也什么都不会，现在在申请中科院的一个化学实验室的研究职位，不过还在等消息呢。这两天我怕自己焦虑，就出来钓钓鱼。中科院啊，五体投地，五体投地。这结果还没出来呢。在我眼里，搞科研的都是潜在的诺贝尔获奖者。哎，你怎么样？还一个人单着呢？我现在就想着能申请下来这个职位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想。你呢？我就是胖了，骨质要是像我这体重啊，只涨不跌，估计大家都开心了。我来帮你吧。哪能让客人动手啊？你们俩聊天去吧。两个人动作比较快。好。寿喜这些吗？不会是他让你过来考察我的吧？他认定的人，不管是谁的看法，他都不会在意，除非是你在意。我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人认可。
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。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这是姜太公钓鱼，鱼上不上钩不重要，你就是来看看风景，放松放松心情。钓鱼啊，还真的是挺解压的，以前没发现，后来我才发现啊，这活动还真的挺适合我的。那以后有空咱们一块儿呗。好啊，我车在这儿呢。啊。哎，上次你妹妹一起，她现在怎么样？她，研究生毕业了，留上海了，估计得在那儿成家立业了。真好。今天能见到你，我很开心。我也特别开心，比钓到红尊还开心。那我先走了。啊。电话联系啊。好。我走了啊。拜拜。哎。好好喝，是不是菜不太够啊？嗯，我再弄两个去。哎，别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你做的菜太好吃了，我们舍不得浪费。赵老，那你们俩上楼聊天去吧。哎，我收拾一下。哎，我帮你们。哎哎，不，谁也不用沾手啊，我自己来。啊，去吧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上去。那辛苦你了。哎，不辛苦。这次能客观评价一下人家吗？我倒是想客观的评价一下你。啊，被宠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。有吗？没有吗？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说我俩像了，他跟我一样自卑，所以极度敏感，总是希望在别人挑剔自己之前先苛求自己做到完美。但是他的自卑让他对你温柔体贴善解人意，这点我不行。苏苏，我其实你挺温柔的。得了吧。你怎么样，最近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去钓鱼吗？去啊。那老地方见。好，我们一起拍个照，大家开心一点。预备，3、2、1！哇！
出版社的何主编推荐了你，他听说了你的成绩，恨不得马上让你去报道。谢谢你了。不过他们今年没有编制了，你能接受编外职位吗？没关系啊，这工作本来就是个继续学习的机会，而且我准备一边工作一边把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考。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贪图安稳的人。哎呀，你这一看小时候体育课上的不好啊，你不能光用胳膊劲儿，你得要加上腰劲儿，这么甩或者是这么甩。这是我第一次玩涂鸦。哎，你先收回来。啊，对，收好了啊。啊，你看啊，来，一二三，哇，看把它收回来，还真够远的。对，这样你看手可以别这么高，低一点低一点，然后收线收线收线的同时呢往上提提杆，或者是这样还挺有意思的。你先练着，我去方便一下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吊着了，吊着了。啊！哟，来这线有点卡住。来，拿上。对。哎呦，这挺大呀、啊！哎呦！运气还挺好。是是是。哇，这哇，好重啊，这鱼。对不起啊。今天你一直帮我，害你都空军了。哎，这鱼要不送给你吧？哎，别，你第一次用路亚，这鱼吃着才香呢。鲈鱼啊，正吃好吃。我不会做。啊，特别简单，去鳞去内脏，洗干净，两边切花刀，放上葱丝和姜片，热水开锅蒸十分钟，然后淋上生抽，最后浇上热油，就齐活了。要不你去我家，咱们一块儿吃吧。小何啊，其实我现在我你晚上有事儿？不是，我这你方便吗？方便，我现在不跟父母一块住了，而且我在海淀自己租了个房子。我你是黄一梅吧？请坐。我还以为你们这个专业都要做心理医生呢。我资历还太浅，而且国内心理学起步比较晚，我还想再接触一下国外的最新的文献。哦，所以你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学术书籍对专业背景和外语的要求啊都比较高，你条件倒是符合，但你是应届生，没有这方面工作经验吧？我学习还行啊，这我相信。王教授给我打过电话，对你赞赏有加啊。那没有什么问题，今天开始。哦，对了，主编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出版社是不是只做纸质图书？目前是这样的。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未来几年，电子书会占很大的市场空间，我就在想。咱们考不考虑这方面的业务？好，那找时间咱们讨论一下。好，走，那我带你去看看工位。哎，这边啊就是咱们的办公区了啊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咱们新来的同事黄一梅，这是小刘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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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竹。你好。来看看你的工位还满意吗？满意。谢谢主编。没客气。出差那么多天挺累的吧？还行。来喝水。嗯。
你在上海那么多天，我估计你想吃重口味的吧？是火锅还是水煮鱼？我打电话定位。不想吃。是觉得我秀色可餐是吧？想吃我？神经病啊！哎，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好的减肥的方法，就是吃饭的时候照镜子看自己，想多吃两口的时候，看见镜子里自己那么胖，恶心了就不吃了。当然了，这方法也分人，你那么瘦，你要是照镜子就得多吃两口，这就是为什么咱俩一块吃饭你越吃越瘦，我越吃越胖的原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啊？有吗？有啊。那看见你了还不亢奋啊？高兴啊。哎，想好了吗？到底吃什么？去你家吧，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还非得回家说？你别在那忙活了，先坐下。这么严肃啊？给你买的。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干嘛送礼物啊？睡衣。喜欢吗？你送的当然喜欢了。不是给你现在穿的。将来住我那儿的时候用得到。啊？房子虽然是我买的，但毕竟你是我男朋友嘛，到时候搬过去，当然要考虑你了。而且装修房子的时候，我也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。没见面的这些天，我仔细思考了我俩的关系。我这人对人是有防备心的，而且也特别痛恨那种互相折磨又切割不断的关系。你说的没有错，我是在给自己留后路。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提前知会你，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我去上海见到了一梅，我看见她跟方贤文就住在那么小又老的房子里，过着那种很拥挤但是又有烟火气的生活，还有一股猫味儿。我突然就觉得还挺好，所以我也不介意将来我的房子里有你的味道。你这是给我机会到你的新房子撒尿画地盘吗？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让别人进入我的生活，但这回我想试试看。Thank you.
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要么你先去忙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送你。QA 部门已经通过的2.3版本的测试，下个礼拜要在客户的测试服务器上安装试运行。赵，小周，这周内你再做一遍测试，把最终版加密可盘。好，知道。没什么问题，各自准备一下。小赵，爸爸，刚才说那些事儿记下来了吗？都记下来了。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我妈病了，咱最近弄 release 版本，一直加班。我想请个假，那一直请不下来。做完这个测试，剩下的事交给我，我回家。哥，我去忙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家吗？阿姨，小王回来了。哎，俺俩找小芳呀，好像不在家。哦，对，他加班呢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明天吧，明天我再来找他好了。哟，他忙，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一样的。哦，是合约快到期了，对吧？正好我们两家都要续租啊。回头还是我跟小芳讲好了，这些你不大懂的呀。他最近都加班，您逮不到他的。哎，不急不急的呀。哎，您看这房子是我俩租的，对不对？每次都是他处理这些事儿，我也想分担分担。啊。那好吧。这3年多，你帮我分担了一半的房租，为什么？我怕你找到更便宜的房子，就不租这儿了。你连自行车都舍不得买，你花20000多帮我付房租，还有什么瞒着我？乔治·莫兰迪。啊？那一次看画展嘛。你提过乔治·莫兰迪，回来我查了一下。他的作品就是这个色调。这墙是你刷的？是。屋子也是你布置的？那我要是说喜欢达芬奇，你是不是得给我画个蒙娜丽莎？那太难了吧？那不会啊。那天你说了好多画家的名字，康斯坦丁、蒙德里安，还有库伯卡。我回去都查了，就这个最简单。所以你把墙刷成这样，就是为了让我租这房子？这房子本来就又闪又暗的，我怕你看不上。还有呢？有。我跟你同学打听到你在那家啤酒屋打工，所以我才去应聘的。没关系，我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就是有些事儿我没告诉你。我太可怕了，方邪文，你太可怕了！你要这样，你这哪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，我还帮你数钱吧得。不是没过，我怎么可能卖你啊？我一见到你我特别紧张。好多话我说不出口，我只能用
码农的笨方法，用算法计算出接近你的路径，那难免会用到一些小程序啊、小技巧。不过我相信啊，只要输入的目的地是正当的，程序运行的过程不重要。你就说吧，你。玫瑰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鬼才信你，方新文。哎呀，你说这世道啊，人不可貌相啊。哎呀，人心难测，真是人心难测。我天，玫瑰、我真的是。我困了。那我今天我下去睡。你窗户记得关啊。你别管窗户。牛奶别忘了喝了，你要不生气了告诉我一下。丢，傻子还真走了。我还没走呢。到底真傻假傻？啊，我真傻啊！我是真傻，我真傻，真傻，真真的真傻，真傻！我发誓，我真傻啊！那么，我下去洗漱一下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，回来再聊。集团更新的版本错了，把人家的数据库都给覆盖了。开发部和产品经理一早就过去了，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吗？找你。你在搞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干什么吃的？磕个盘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。进来。小周磕了盘之后，我有确认过，但问题出在哪儿，我得查一下。你查什么呀？荣森的电话都打到邵总那儿了，人家的运营整整中断了12个小时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真要是客户的数据出现了丢失和泄露，一个项目的钱都不够赔的。经理，我真的检查过了，不是你的错，还是谁的错？杰森。先不要发火，他交给我的版本我亲自确认过。你别给我推卸责任啊，如果问题出在我们组，责任我来担。现在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，我先去一趟农村。哥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见，先不说了，我先过去看一下。你等我拿东西。来，上！会不会真是我搞错了？哥，就我妈生病之后，我就老容易着急，我就怕我是不是忙中出错，把那个版本弄错了。应该不会的，我一张一张的检查过，先别想那么多。
说这个鱼塘刚放了2000斤白鲳，明天要不要去试试运气？明儿单位加班。你的水是烫的，喝的时候注意点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快吃吧，等下凉了。我给你做碗面。我不饿，我还有工作要忙。邵总可说了，这次事故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必须有人承担这个责任。我能保证，交到你手里的光盘，我都确认过。哟，你的意思是问题在我了？邵总的意思呢，找到事故责任人，严肃处理，给荣森看到咱们公司的诚意，兴许还能挽救客户关系。至于处理的是谁，人家不关心。怎么样，哥？没什么事儿。等雨小点再走吧。预报可说这个雨要下到晚上呢。讨厌下雨。我走了。嗯，拜拜。这是干什么？我意思你没明白啊。既然查不出事故是谁造成的，责任就应该由我这个组长承担。查什么呀？跟你说了，刻盘的人嫌疑最大。光盘交到我手上是没有问题的。你给我2天时间，我把工作交接好以后再下我工号。哥，没事吧？好好干，加油。
了？这是，哎呀，怎么淋成这样了呢？出事了。咱们分手吧。Bye.